各位导游朋友啊，新朋友还是老朋友，这个大家下午好，这个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总领馆，参加咱们今天这个活动叫导游安全专职培训。习总书记以及这个党员啊，非常重视中国游客出境游的安全保护这个问题。这个尤其是将保护好每一名中国游客的安全，作为这个我们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外交部还有这个文旅部，那么在有一个部级联系会议机制，叫什么部级联系会议？叫是境外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保护工作部级联系会议机制，在这么一个联系会议机制的统一部署下。我们呢就是做好海外安全风险评估和防范预警，加强出境旅游安全问题国际合作，强化对旅行社以及在线旅游企业的指导和监管，这个切实做好境外旅游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善后工作。然后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事保护与协助条例，这个条例呢也是九月一号正式实施了，大家呢可以在网上能搜到。这个条例呢是对海外中国公民需求领事保护与协助的权利和义务做出了详细的规定，也为我们更好地保护中国游客出境游安全提供了政策保障。同时呢，是总领馆呢是在这个黄金周来临之前呢也是做了一些工作，比如说我们找了当地的市政府，找了警方，也找了这个银行，这个跟他们就谈，就是说要求他们保障咱们中国游客的权益。从我们掌握到的数据来看呢，是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当然了，这个东西我们也知道，就是治标不治本的这个。我们也知道，因为他们的根儿是在他们这个经济的问题，然后还有他们的法律的问题。但是呢，我们虽然是知道，但是呢，我们从我们这层面还是尽量去做好。同时呢，也是希望呢，跟大家呀，在座的各位导游们共同发力吧。共同维护我们中国游客的这个权益，特别是这个平安旅游。我刚才说的啊，就是我们所做的，除了这个找当地的政府、警方啊、航司啊、机场啊，然后呢，我们还找了我们那个自己的国航、深航，要求他们呢，在游客快要落地的时候呢，专门播放广播啊提醒。相信呢，大家现在已经知道了，就是国内游客在落地那个。的时候呢，会听到广播，就是要注意安全，看好自己的包。同时呢，他们呢也是在十一黄金周期间呢，他们也是增加了便衣，增加了巡逻，增加了巡逻也是我们的要求。所以呢，还是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与协助的服务。最后呢，祝大家在导游岗位上工作顺利，身体健康，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啊，大家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我们今天的活动。因为我听这个徐会长介绍啊，大家这个本来我们想更早的搞这个活动的，但是七八月份的时候大家都在团上非常非常忙，然后一直拖到了现在，可能大家才有一个稍稍喘息的机会。刚刚呢，吴代鹏女士也跟大家交流了这个中国游客安全保障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呢给大家提出了一些希望和建议。那么我呢，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具体的内容。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因为在座有一些人认识我，也有一些是不认识的。我姓于，我叫于小芳，我是这个在总领馆负责这个领事处的工作。那我们领事处的工作呢，分为两大块，一块呢就是领事证件服务，就是大家的护照啊、办理公证啊，都是在领事处进行的。然后另外一块呢，就是领事保护与协助，领事保护协助的这个主要对象就是海外的中国公民啊。那么大家是领事保护与协助对象，大家服务的客人也是这个领事保护与服务的对象。那么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四个内容。一个呢，我是想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就刚才胡大总女士也提到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领事保护与协助条例》。第二个呢，就是和大家讲一讲，就是我们根据我们的这个梳理了解到的这个游客在巴塞罗那旅游遇到的一些主要的安全风险，以及呢总领馆做的一些工作。最后呢，想结合这个具体的案例，给大家提一些工作的建议和思路。那么首先呢，我想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刚刚发布的
领事保护与协助条例。那么这个领事保护与协助是关海外中国公民的切身利益，是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的。那么刚才胡代总领事也说了，就是2023年7月9号，国务院总理李强是签署了第763号国务院令，公布了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领事保护与协助条例》，并且呢是自今年的9月1日已经开始正式的实施了。那么这个条例呢，主要包括几部分内容吧。一个呢是明确规定了领事保护与协助的实施主体。就是说谁去做这个领事保护与协助工作，那么是驻外的外交机构，包括中国驻外的使馆、总领事馆和领事馆。那么第二条呢，就是明确的规定了是由外交部来统筹指导协调这个开展这个领事保护与协助工作，那么国务院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是进行协助。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明确的规定了领事保护与协助对象是在国外的中国公民、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正当权益。那么这个里面有两个含义，一个是就是接受领事保护与协助的必须是中国国籍的自然人或者是法人组织，然后另外呢，我们维护的就是保护和协助的是正当权益，如果是不正当的权益是不受到保护与协助的。那么第四条呢，就是也是明确规定了在国外的这个中国公民、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一些权利和义务。那么下面呢，我想就是因为这条例很长啊，我想这个挑其中和大家日常工作关系比较密切的内容具体的讲解一下。首先呢，我想说一下，就是咱们在国外的中国公民需要遵守的这个权利啊、需要遵守这个义务。那么条例呢是规定，在海外的中国公民，首先呢就是要遵守当地的驻扎国的法律，尊重这个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做好自我的安全防范。那么第二条呢，就是根据安全提醒的要求，在当地做好安全防范，避免前往高风险地区。外交部呢，领事司会经常性的发布这个安全风险提示。你比如说，现在以色列就是非常高风险的地区，红色风险地区。那我们游客肯定就不能到那儿去了。你到那儿去，那肯定就是只能接受保护了，而且也不一定能保护得了你的安全，对吧？这一条是作为游客他自己是需要做到的。那么第三条呢，就是在请求领事保护与协助的时候，应该向中国的驻外机构提供他的身份证明。这个呢，就是我们在接到领导电话的时候，我会耐心的询问，这个打电话来的人，你是不是中国人啊？你的名字是什么呀？你的护照号码你记不记得呀？就是大家听到这些询问的时候，不要觉得，哎呀，为什么问这么多问题？是不是要刺探我的个人隐私？其实不是这样的。这个主要是要确认一下，就是这个申请领事保护协助的这个人，他是不是具有这个权利，他是不是中国人，我们主要要确定这一点。那么第四条呢，就是在接受这个领事保护与协助的时候，这个第三方提供的食宿、交通、医疗这些物资服务，这个个人是需要支付费用的。比如说我们的游客如果他住院了，他等于接受了医院的服务，那么他这个费用是由来自己来负担的，作为中国的驻外使领馆是不能够帮他支付费用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家服务的客人以及大家在座的大家能够通过这个领事保护与协助获得什么样的保障呢。我简单的说一下，因为这个内容非常的具体，也挺多的，就是希望大家有机会能够自己把这个翻出来看一下。那么一个呢，就是在国外的中国公民如果因正当权益被侵犯求助的时候，可以向这个外交机关反映。然后作为我们驻外使领馆呢，我们要向驻在国有关部门核实，根据依法公正妥善处理。这是一条。第二条呢，是获知在国外的中国公民如果因为涉嫌违法犯罪被抓起来的这种人，他是可以要求我们这个驻外机关向驻在国有关部门了解核实情况，也可以要求我们在案件审理的时候去进行旁听。比如说上个月吧，就是我们有两位中国来的游客，因为使用伪造的信用卡向酒店支付房费，然后呢就被警方给抓捕了。他刷卡的时候，然后人家就报警，然后人家直接就抓起来了。然后他家里人就以为他失踪了，最后发现其实是已经被抓起来了。那他被抓起来之后，我们获得了这个消息之后呢，
我们也从警方了解了情况，就是询问了他会被关押多长时间，他关押之后会是怎样一个处理的流程，然后也跟他本人交换了意见。最后呢，他是第三天就是被他自己聘请的律师保释出来了，但是他是可以离境的，但是接下来他可能面临一个比较漫长的官司，可能这个官司要一到两年，他就委托当地的律师来帮他处理就可以。那么第三条呢，就是在国外的中国公民如果生活处于没有人照顾到的这种状况是可以向这个驻外使领馆请求协助的。那么情况紧急的呢，我们作为驻外使领馆会向国内他的亲属或者是他户籍所在地的这个省级人民政府请求协助。比如说我们七八月份的时候，有个华为的同事从奥地利过来，他在机场，他是一家四口，还带一家五口，带三个小朋友。他刚出机场，就所有东西都被偷光了，一分钱也不剩，就是身上身无分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到总领馆来求助。那么我们呢，作为总领馆，一个呢是为他补办了证件，在这种极为特殊的情况下，是可以免费为他补办证件的。另外呢，也是为他提供了小额的这个领事协助，就是以小金额的这个领保经费的协助，这样呢，供他能够这个渡过难关吧。当然，这个钱金额是比较小的，这个只能是应个急哈。但是如果你长期是无人照料的情况下，那我们可能就要去找你在国内的这个亲属，或者是省级人民政府来提供协助了。那么第四条呢，就是在国外的中国公民如果下落不明的，通过一定的手续，我们是可以协助来寻亲。然后第五条呢是说，国外的这个中国公民如果受伤的我们作为这个外交机构是要向这个有关部门了解核实情况，敦促开展紧急救治和医疗救治，要求依法公正妥善处理。如果遇到这个死亡的案件，也可以为死者的近亲属按照住在国的有关法规来这个协助料理后事。我们在5月份还是6月份，就是有一个从北京过来的游客，他是自助游，然后从中东欧，然后到了巴塞罗那之后就突然出血，然后就去世了。然后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他在国内的亲属找到我们，然后我们也是帮他这个协助他能够料理后事吧。然后现在骨灰已经带回国内去了。那么第六条呢，就是作为外交机构呢，我们应当了解住在国的法律法规，然后翻译、医疗、殡葬这些机构的信息。如果有中国公民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提供，比如说这个推荐的律师事务所呀，或者推荐的翻译啊等等的有关信息。那么第七条呢，就是国外的中国公民如果有中介机构，中介机构旅游的经营者，比如说航空公司或者是酒店等等，然后产生一些纠纷的，我们可以这个根据情况依法维护他的这个正当权益。这个是依法维护正当权益。如果是一些特别不太正当的要求，比如说是自身的原因造成的这个航班延误吧，如果你要求是航空公司赔钱，那这个你找我们，我们确实也做不到。然后第八条呢，就是我们作为外交机构，应当结合当地的安全形势，经常性的发布安全提醒。这个呢，我们的安全提醒呢是经常会发布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官网，还有小红书的账号上面。大家如果关注我们，就能看到我们在十一黄金周这个之前，也是密集的发布了很多的临时提醒，就是各个方面的都有。那么第二部分呢，我是想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我本根据日常工作梳理的中国游客面临的主要安全风险。我们把它归纳为四种吧。一种呢，就是其中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可能就是倒向问题。这个肯定大家比我还要清楚啊，是不是客人都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今年以来呢，我们已经为500多名的这个护照丢失的游客办理了紧急旅行证件。然后这个数字里面还不包括就是仅仅丢失了财物但是没有丢失护照的这个人群。那么最多的一天呢，我们是接待了15到16个人到我们国外来申请紧急旅行证。我刚刚过来的时候，那边现在还有人在申请。那么游客遭遇盗抢的主要地点呢，一般都是机场啊、停车场、购物中心这些地方。
那么近期呢，我们发现就是机场内部的停车场好像是一个犯罪比较密集的一个场所，很多的人都在那儿停留的。那么被盗金额最高的呢是贵重的手表，七月份一个月就有四个人被抢劫了那个百达翡丽的手表，每一块都是100多万以上。然后这个确实这个损失非常惨重。我们呢分析了一下这个中国游客屡遭盗抢的原因啊，因为其实其他国家的也是被盗抢，但是可能没有中国游客这么密集。那为什么呢？我们是感觉呢，一个是咱们国内来的游客比较缺乏这个安全防范的意识，在国内呢旅游环境比较安全，喜欢呢把东西到处放。而且呢，中国的游客一般都有这个穷家富路这样一个想法，就他在家可能还比较朴素，他出门呢就喜欢把他这个高档的包包，然后手表啊、项链啊、戒指啊全部都带上，然后还经常会摆个 pose 照相什么的。这种情况下就是特别容易成为这个犯罪分子的目标啊，因为警察也跟我们讲，其实是犯罪分子不是突发奇想才去偷盗一个这个游客的，他可能是从早上就已经跟着你了。看着你比如进出了高档的酒店，进出了高档的奢侈品商店，然后就觉得你是一个比较容易这个得手的一个目标，他就会一直跟着你，然后伺机动手啊。第二个呢，就是犯罪分子呢他会有一些固定的套路，这个相信大家也比较清楚哈，一个是往身上泼脏物啊，或者是假意上前协助你啊，或者是在你这个提醒你这个车胎被扎了，然后后备箱没有关好啊等等。然后等你这个比如说你身上脏物，你把衣服脱下来把包拿下来的时候，他的同伙就趁机把包抢走了，一般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游客呢一般碰到这样的情况之后，他就没有那个警觉，所以就是非常容易被盗。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确实也是当地哈，它是比较缺乏这个监控设备的，不像在国内到处都是摄像头，这边的摄像头非常少，对盗窃类的这个犯罪分子的这个法律处罚也是比较低的。据我们了解，就是大概5000欧元以下的这个犯罪的话，都是一般关个两三天就差不多了，就出来他又可以重新去作案了。然后警方的破案的效率也是比较低，主要也是因为他们监控手段比较少，破案率也比较低，所以这样的话呢，综合起来这个犯罪分子的这个作案成本是非常低的，所以他们就是越发的这个肆意妄为。那么而且呢，咱们游客呢被偷盗之后很快就会离开当地，还不像我们常住的小包可以跟踪这个案子，这样的话警方还比较重视，游客离开这之后呢，这个案子大多数呢已经不了了之了。这个呢就是我们讲的比较严重的一个盗窃的安全风险。那么第二类呢就是旅游纠纷，这种也是比较多的。我们在日常工作中呢接到的电话，经常有中国游客呢和这个航空公司啊、旅行社、酒店啊等等的，就是发生一些纠纷。跟航空公司的纠纷呢主要是超卖，就是联航的那个超卖，还有丢失行李。然后和酒店呢主要是说你订单无效啊，然后包括在房间里放的贵重财物丢失啊、退房还有入住时间啊等等这样方面引发的纠纷。和旅行社呢主要是行程变更，或者是旅行途中你入住的酒店啊、去的餐厅啊，可能和他预定的时候他感觉这个描述不是特别清楚等等。一般来说呢，这个中国游客的这个维权的意识是比较强的，发生纠纷的时候呢容易采用不太冷静的方法，不理智比较激烈的方法处置，就是大声的喧哗呀，或者是他说我要报警啊，或者怎么样的。部分的案件呢确实是因为游客的情绪失控，就导致了这个警方的介入，然后给游客的心情还有后续的行程都造成了比较大的一些影响。那么第三类的安全风险呢就是交通事故。那么近几年来呢，在西班牙和欧洲境内也是发生了一些较为严重的涉及中国游客的交通事故。去年呢，就有一名中国游客在西法边境法国一侧发生了交通事故死亡。那个交通事故呢，是对方车辆超速，倒不是我们的这个，但是结果是很不好。发生交通事故的原因呢，一般是超速或者是不熟悉当地的交通规则。那么近几年呢，确实也是在巴塞罗那周边的高速公路上出现了一种新型的犯罪模式，主要是在 AP7 那个公路上面，犯罪分子呢在加油站在将游客的车胎给扎破了，然后呢他就尾随这个游客的车辆离开加油站。当这个游客的车胎慢慢撒气不得不停车的时候呢，他们就化妆成这个公路警察，
说要给他这个提供协助，然后趁机呢就盗取财物。那么这一类的这个犯罪呢，不仅使这个游客的这个财物呢得到损失，这个是获得损失，更可怕的是这个车胎漏气是很要命的。如果在高速上车胎漏气，然后依然高速行驶的话，也是很容易发生严重的交通事故的。那么第四类的安全问题呢，是这个突发疾病。那么今年以来呢，已经有2名从中国来西班牙的游客在巴塞罗那突发疾病。刚才讲到是一个北京籍的一个游客，他是就是去世了。另外一个呢是从上海来的一位老先生，他是也是脑出血，然后还好他抢救转危为安了，现在目前已经回到中国继续治疗。那么在11期间呢，我也接到了一名导游的打来的电话，就是跟我们讲一名游客在马德里是突发心梗不幸去世，希望我们提供协助。但因为马德里不在我管的领区，所以呢我们就已经把这个案子转到西班牙使馆来处理。那么突发疾病的原因呢，一般包括呢就是游客自己的身体状况是比较差的，他预定的这个行程太紧张了，和他的身体条件不符。比如说那位老先生，就是得脑梗的老先生，他抵达巴塞罗那的第一天，就那一天里他就有11个行程，就要去11个景点。这个甭说70多岁的老先生，就是20-30岁的小伙子也不一定能扛下来。所以他这个那一天下来之后，他就身体就是已经不适了。然后第二天中午在香格里拉游览的时候就出现了事情。这个确实是那么第三部分呢，我给大家简要的讲一下这个我们主管做的一些工作哈，主要有4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方面呢，就是呢，刚才冯总也介绍了，就是我们主要是要加强对市政府、警方、市场还有旅游机构的工作，敦促他们呢重视这个中国游客的安全保障。那么胡大勇女士呢，这个到这之后已经多次的约见了主管安全的副市长啊 ，MOSO 和市政警察的负责人，跟他们增派警力，加强巡逻，提高破案的效率。然后同时呢，这个胡大勇女士也见了这个福宁航空公司这个负责人，然后就主要是为了这个行李还有超卖的事情。然后包括还有阿埃纳这个巴塞罗那机场也建立了一个有效的危机室，协助呢乘客处理这个关于这个乘机的一些问题。那么其次呢，我们也是高频次多渠道的发布一次提醒。我们呢主要是利用微信公众号、官网和小红书账号发布安全提醒，然后针对这一段时间之内这个游客遇到的一些主要的问题来给出一些具体的指导和建议。那么刚才胡大勇女士也提到了，我们现在在深圳航空公司的这个国内直机柜台啊，在打折村的游客中心，在这个巴塞罗那机场都这个发放我们管理编写的这个旅游安全指南。那么在国航、深航从国内到巴塞罗那的航班上进行这个领事提醒播报。中秋节之前呢，我们也发布了细节的领事提醒。然后胡大勇女士呢，还专门就游客安全问题接受了央视的采访。那么第三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利用新媒体来做一些工作，扩大这个宣传的效果。我们呢制作了一些这个治安防范小配置的动画片，然后我们还和一些关岛啊，然后和这个网红以及大 V 合作拍摄了一些小视频，来提高这个大家的这个风险防范意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啊？就会发在这个抖音上面。然后第四条呢，就是我们也会做好每一起涉及中国游客领事保护案件的处置工作。我们协助了这个突发重病的游客回国，帮助重病去世的游客家属料理后事，协助护照丢失、入境受阻的这个乘客成功出境，协助丢失行李、贵重财物的寻找物品等等等等。然后我们的领事保护电话是24小时接听的，然后不会落掉每一个游客的这个诉求。那么最后一部分呢，就是想给大家一些工作的建议和思路吧，供大家参考。那么首先呢，我们是建议各位导游的朋友们呢，在日常工作中提高这个安全意识。那么这个安全对旅游的这个重要性，大家肯定非常非常清楚了，在这就不赘述了。那么咱们导游的这个安全意识提高了，咱们游客的安全才能有保证。游客的安全有保证了，他才能在这个旅行的过程中玩得开心，也玩得平安。我给大家讲几个案例哈。一位呢，从国内来的游客从机场出关之后，等待旅行社来接机的时候，这是我亲眼看见的，他一步不快，在倒，被迫身
这个是他的车，他的行李就放在这儿，他的一个高档的包就放在那个行李车的上面，然后就转过身去打电话，然后我看到了这个，我就去提醒他了，我说这位女士，我说你的包放在这儿，一转眼就没了，你一定要看好。哦，好，我知道了，他才把它挎在身上。这个其实这在机场里丢东西基本上都是这样丢的，确实也有人就是在机场丢的，刚才我也提到了，就是弄得身无分文，因为他所有的现金放在一个包里丢掉了，银行卡也只能去打电话冻结了，所以他什么钱也没有了。然后在这儿咱们这个支付宝啊什么的也不是所有地方都是，所以他只好就是订票赶紧返回他自己的场地了，这个旅行就泡汤了。那么我们还有一个游客打电话来说，他的爸爸啊带着一块120万的百达翡丽在这个市中心被偷了。我当时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带这块手表呢？他就说，哎呀，我爸爸觉得这很重要啊，这个要带啊，我不太理解啊，可能他觉得这是他身份的象征，但是确实是因为他们抢手表的时候是直接从手上拽的，你不只会手表丢失，然后手臂也会受伤，其实是挺危险的。还有的游客呢，特别这个不小心把护照丢在飞机上，然后呢，这位游客呢，他是从英国过来的一个游客，然后他把护照丢在飞机上，他其实下了飞机不太想起来了，但是因为脸好，他那个飞机很快就飞回到英国去了，所以他的护照就不见了。然后呢，他从欧盟以外的地区要到巴塞罗那来，他就需要入关，他这个护照就没法入关。怎么办呢？然后他呢也挺搞笑的，因为他是在国外长大的，他不知道应该找中国总领馆，他就找了英国总领馆，英国总领馆也没有管他。然后一直到了大概到了傍晚的时候，他找到他妈妈，他妈妈才提醒他，你应该找中国总领馆啊，那你是拿中国护照啊，然后他才来联系我们。然后我们真的是一直这个做工作做到半夜才把他从机场捞出来。这个确实这个很不值当哈，这个旅游一开始可能就非常不顺利，所以呢，就是我们呢，希望呢，咱们在座的导游呢，今后的工作中呢，能够多从旁提醒吧。比如说呢，抵达的时候就提醒大家，一定要把包挎在身上，然后就餐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些包啊什么都时刻的，就是挎在身上，不要放下来，等等，就各个环节吧。我想，就咱们导游如果能够提醒到位了，咱们这些到场的问题虽然不可能100%的避免，但是最起码可以减少，对吧？然后呢，我们当然这些安全的意识也不只是在到场上面，包括安全行车呀，包括涉水啊，旅游，比如说游泳啊什么之类的，到海滩啊参观游览什么这些，还是都是需要咱们导游多多提醒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建议呢，大家呢通过学习和总结经验，能够不断提升这个防范化险安全风险的能力。那么其中呢，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就是客人遇到了这种突发的事件，应该怎么协助大家处理它。我曾经接到过一个导游的电话，他就问我，我客人护照丢了，我该怎么办呢？我当时就笑了笑，我就说，你是导游哎，你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吗？就我是感觉这个是应该是一个日常大家都应该清楚的一个基本的常识哈。那么呢，护照丢失之后呢，应该呢尽快在手机上下载中国领事 APP 申请紧急旅行证。那么如果你的客人他的手机也丢了，那么没关系，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手机，然后就是我建议大家啊，在这个手机上多下一个中国领事 APP。这个中国领事 APP 你下了之后是可以帮助你的客人来申请的，他不一定要用自己的手机来申请。你有了账号之后，一个账号可以为很多的人来申请这个紧急旅行证，这样的话就可能就比较方便了，对吧？然后呢，这个申请旅行证的这个过程，我们拍了一个短视频，叫做《人在旅途遭到抢丢失护照怎么办》，里面就是非常详细的一步一步的告诉大家应该怎么来申请这个紧急旅行证。这个呢，也希望大家有时间能够看一下。然后这个紧急旅行证呢，有几个需要注意的。一个呢是这个旅行证一般呢是用来返回中国或者返回常住国，比如说你从英国来的回到英国，你从澳大利亚来的回到澳大利亚。但是如果你要后续还有境外行程，因为我们很多的游客他不是只来西班牙一个地方旅游，他要去意大利，要去法国等等等，或者他回国的途中是要经过第三国转机的，那么这种情况到底能不能转，
一般情况下来说，我只能说一般情况下来说是不会有问题的，尤其是欧盟境内是不会有问题的。但是呢，最保险的还是请各位导游能够协助他们问一下航空公司，就是我拿旅行证，就是 Documento de Viaje 这个证件上飞机可以还是不可以？这个就是最好还是问一下。游轮呢，据我们了解是不可以。就如果你的客人护照丢了，然后办了旅行证，说我的游轮行程还能不能继续了，应该是不可以。因为会吵死了。然后你的客人回国之后呢，就是建议他呢尽快的拿到这个紧急旅行证到公安机关补办护照，因为这毕竟是一个临时的旅行证件，并不是护照，跟护照的这个权限还是不是完全一样的。这个旁边呢我有一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就是下载中国游轮 APP 的这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拍一下或者是给自己手机下一下。那么其次呢，就是说这个我前面讲到的这个突发重病的游客哈，这个就是我说的马德里的那个导游，他也是打电话，然后他当时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非常惊慌失措。我是给他一个建议呢，就是尽快的让他查看一下客人的保险单，看看他这个覆盖范围是什么样子的。然后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大家一定要提醒自己的客人把自己的这个保险，因为他们来办身份签证是必须要有保险的，他那个保险一定要存在手机里面，而且最好大家能够帮他们看一看这个保险是不是能够覆盖所有的行程，然后是不是哪一些医院可以用，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也碰到过，就是他这个医疗保险本来说他是可以在一些医院，比如说啊，我知道的 Clínica del Mar 是好像很多保险都是可以用的，但是当时呢，因为他那个保险单他没有及时的出示给这个急救车，然后急救车就把他拉到了另外一个医院，结果到了另外一个医院急救了，然后就收了一个天价的账单，因为人家说我看了你的保险单，我们医院没在你那个里面，你已经享受了我的服务了，你这个钱你这个付。那到那个时候，你再跟人家说，哎，我能不能不付啊？我有保险啊，那这就已经晚了，对吧？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然后呢，我们是希望大家呢，通过学习和日常工作的积累呢，熟悉的掌握了报警的方式、就医、保险、办理证件、交通事故处置、机场和各大航空公司的联系方式啊等等的安全方面的常识。这几条是我平时用的很多的一些电话，供大家参考啊。一个是巴塞罗那事务招领处的联系方式，因为事务招领呢是这样，就是我们跟很多的航空公司也都联系过，就是如果你的客人在飞机上丢了东西，或者他的这个行李丢了，然后最有效的方式呢就是联系这个机场的事务招领处。伊比利亚航空公司的客服呢还是比较友好的，打电话呢基本上都是能找到人听的，但是福林航空公司就不太友好了，一般都是没有人的，只能发邮件。家区呢，这个 Motor 的这个电话呢，这个扩展区呢，一般我们就是游客活动较多的区域，基本上都归这个扩展区的警局来管，然后这个电话也是比较有用的。然后这个巴塞罗那机场的 Policía Nacional 的电话 ，Policía Nacional 是负责入关的，就是你在这个签证啊，或者是入关方面遇到各种问题，都可以给他们打电话。然后这旁边的这个图呢，是 Motor 的他们出了一个 APP， 这个 APP 呢我也下载看了一下，还是挺有用的。里面呢它有一个一键报警，因为它是手机一键报警的好处就是 Motor 可以马上定位你在哪，这样如果你有特别特别突发的情况，那个一键报警是非常有用的。另外呢，它里面有一个失物招领的栏目，我觉得那个做的非常有意思，就是你点进去之后它会出现很多手表，就是你可以选手表，可以选这个什么首饰，可以选包，然后相机，然后你点进去之后它就会有各种各样手表的照片。如果你觉得那个就是你客人丢的手表或者是你丢的手表，你点进去然后有一个链接，你一按你就可以去相关的警局去寻找你的手表，我觉得这个也是蛮有用的，如果确实有丢的东西，这个可以供大家参考。当然了，就是也欢迎大家这个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还有小红书账号哈。微信公众号就是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中国驻巴塞罗那领事馆，我们的小红书账号呢是这个巴塞小宝，宝是保护的宝。我们会经常性的发这个各种各样的去提醒，里面也包括如何申请旅行证件啊，然后近期会有什么样的安全风险，那这个里面都有，相信会对大家的工作有帮助，所以呢请大家都关注我。
那么第三条呢，我们是建议大家呢，也是强化，不断强化自己的这个心理素质，所谓游客排忧解难吧。是这样的，就是前一阵子呢，有个从国内跟团过来的导游打电话，那么他是国内的地陪，他不是在做咱家，他是地陪，他打电话来跟我们反映了，说他团上两个游客，就是因为大巴的座位，就是你爱我，我爱你，或者你是不是帮我做广告，就因为这么一件小事儿就打起来了。吵得不可开交，而且其中一波客人还向另外一波客人的身上吐口水，然后呢，就引发了非常激烈的冲突。其实是非常小的一件事情，结果其中呢，就是被吐口水这一波就坚决要求导游陪他去报警，然后呢，并且呢，他也是指责这个导游说他拉偏架，说他当老好人，他不能主持公道等等，甚至呢，差点没把这导游给打了。然后导游就很委屈啊，给我们打电话向我们寻求帮助。那么上周末呢，我也是看到了这个一个侨胞朋友转给我的视频啊，就是不是上周末，上上周末，在巴塞罗那那个主教堂门口，也是有两个两位女性，然后因为可能照相吧，发生一些什么，然后两个人也是吵的呀，真的是非常激烈。然后关键是旁边有很多的外国人围观，我说这是丢人丢到这个外国大街上来了。所以我想，就是各位导游朋友肯定一说起这个事情来，肯定有满肚子的苦水啊！你们肯定碰到了更多的类似的不讲理的客人。其实我们工作中也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讲理的人。然后，比如说啊，有一名这个游客，他跟酒店约好了，说他可以提前入住，打电话说的，酒店说可以，你来吧。结果呢，他抵达了之后呢，酒店就告诉他说，我们的房间还在打扫，还在等一个小时，他就不干了。他就在这个酒店里大声喧哗，然后呢，跟酒店的这个工作人员发生了争吵。这个当地的酒店他一般都不是吃素的，他立马就报警了。他报警了之后，然后警察就来了，直接就把这俩人带走了。这个就确实挺不划算的。你这个旅游还没开始呢，就先去警局一日游，这个非常不划算。另外呢，还有一对夫妻的游客，也是在退房的时候呢，他把这个房间弄得很乱、很脏，就垃圾桶到处都是。酒店呢就要对他罚款，要罚200欧，他们不满。这次呢是他们先报警，结果他们报警了之后呢，他们也不知道跟警察说什么，他们也说不过那个酒店的人。然后呢，酒店的人就跟警察说了这个情况之后，酒店把这两个夫妻带走，然后也是这个非常冗长，知道吗？还有刚才洪总讲的那一家四口在酒店就在机场吵闹的事情。这个中国的游客在这个处理纠纷方面，确实可能还是需要再多加这个磨练。一般他们都是愿意用比较激烈的方式来维持。你在国内是能够解决问题的，但是在国外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所以呢，为了这个文明出境旅游，这个外交部还专门发布了一个《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文明行为指南》，就是这些内容啊，我就不一个一个念了。这个行为指南呢，给大家也是提了很多的要求。在国内呢，其实外交部和文旅部也在向通过各种方式吧，给国内的游客进行宣传，也希望呢，我们的导游呢，给我们的客人进行这个文明旅游方面的宣传。那么我们也是建议导游朋友们呢，能够不断强化自身的心理素质，教育引导咱们的客人文明旅游，协助客人理性的、冷静的处理纠纷，不在这个公共场所大吵大闹。在这个客人发生纠纷的时候呢，把握这个客人的心理，能够耐心的、细致的劝说，给他们做出工作。那么在遇到突发事件的时候呢，导游朋友们首先保持沉着冷静、遇事不慌，按照平时掌握的这个处理的流程来进行有效的处理。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各位导游朋友们能够多多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及时疏解这个心理压力吧。因为我想肯定大家，我是特别能理解的，因为我每天都要接领导电话，就经常会遇到不讲理的人，然后心理压力也倍增。我想大家肯定比我遇到的更多，所以这个舒缓心理压力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希望大家多培养一些业余爱好，能够平时保持平和放松愉快的心情。那么以上呢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内容哈，这也是刚才我讲到的一些重要的一些联络方式，我想在这里大家可以拍一下，比如说我们总领馆的领事保护与协助邮箱，如果客人的这个诉求比较复杂，那么就可以发邮件来向我们反映，寻求协助可能更有效。那么我们的官网、微信公众号、小红书，这些呢都是我们发布的临时提醒，还有很多有用的一些知识在里面，欢迎大家关注哈。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24小时保护电话也有两部，一部
在各自的手机里面遇到大家处理不了的一些问题，随时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么谢谢大家，我们希望呢就是和大家一同努力吧，把我们的这个游客的安全工作做好，为每一位游客的安全保驾护航。谢谢大家。不知道他就发明这种事。对，我确实也接到过很多的朋友打电话来，就是问一下旅行证是多长时间有效期，那两年没问题，这个大家就是讲一下，或者值机的时候也可以给柜台的那些值机的人讲一下，这个旅行证它那个设计，确实是这样的，因为它好像去设计就是一次使用，基本上回去也就不会再有人用了。刚才我听到您有提到旅行证是一个是回原籍国来的，回中国肯定，还有到那个居住国，比如像那个英国的那个，这个我不是特别清楚。是可就是这种情况下，他如何向朋友，因为他毕竟中国公民嘛，但是他可能有比如说法国的居留或者美国的绿卡，然后在航空公司的话，他也得相应提供一些证明去美国的。咱们要分成各个不同的国家来看，就是欧盟境内的国家，不管是刚才提到的法国或者意大利，这些国家，一般来说，他乘飞机或者坐火车或者你自驾，他都不会查你的这个居留证件的，因为你在欧盟区域之内，你有旅行证，他就会让你上飞机。但是如果是英国，那就比较特殊了，英国现在都是欧盟地区了。如果你要去英国，一般来说，他的英国居留证件，比如说留学生游客，他会有那个 BPR， 如果那个东西他没丢，他拿着那个 BPR， 拿着自己的这个旅行证件，拿着这个旅行证，他就可以上飞机。但是假如他的英国旅行证件丢掉了，那就比较麻烦了。比如说美国也是一样的，如果你的绿卡丢了，你的护照也丢了，你光办旅行证你是去不了美国的，你只能回到中国去了，然后再从中国办美国签证，然后再回到美国。但是去英国呢，反正小红书上有各种攻略，这个可以看到。骗第一个问题，中国驻巴塞那个屏幕上没有了，中国驻巴塞罗那摩纳哥旅馆的旅馆电话是什么号码？哎呀，这太多人了。我们请这位老先生来回答。我这电话在我手机里头快20年了。多少？说一下来。688-30666。说啥？少个六。四个六。等等。688-30666。三个零。对。手机号码六吗？这个特别好记，我们这个号码很好记啊，来接听的，就是由国内的同事来接听的，不是我的这块，就有这么一个区别，就是在你比如说打688-30666没有接通的时候，你可以选择打那个电话，这样的话，就是如果是周末的话，12308的同事也会给你一定的协助，我们给颁个奖。这个可能有点复杂啊。这个中国驻巴塞罗那总领馆的领事保护与协助邮箱是什么？刚才有，现在没有。哎，这个有，我刚拍了个照片。这个很机智啊，正好我前两期是不是也发了一个邮件问你们，在这个巴塞罗那下划线 lv@csm.mfa.gov.cn 对，好，完全正确。那个，就是大家就是有比较复杂的问题，都欢迎大家来这个给我们发邮件。然后，比如说哈，咱们的客人如果这个比较贵重的财物丢失或者是就是航班，比如说出现超卖被。不好的对待了，或者是说这个发生了行李丢失，然后航空公司不予理睬，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可以让客人发邮件给我们，然后把他的报警单转给我们。他把报警单转给我们之后呢，我们会通过我们的渠道转给这个 MOSO 有关的部门吧。这样的话，就是破案可能能够稍微快一点，我们感觉啊。然后航空公司，我们跟福林航空公司有特殊的通道，
就是大家如果有客人遇到这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发邮件给我们，我们可以就直接找他们来解决。嗯，那我们颁奖。获得奖励都不一样。然后我们那个第三个特别简单啊，这个特别特别简单。当地的报警电话是什么？有人能说中文吗？然后他就会给你转接，因为他接电话都是讲西语的或者讲英文的，但是你跟他讲有没有人能讲中文，他就会给你联系一个中文的翻译啊，然后这样的话就方便的话，那就先让他听明白，然后再不单单是中文，如果是一个语言的话，它也可以帮你转接到相对。是的，他们据说有十几种语言的服务，那主要的就是英语，西语、加拿大语、英语，然后中文是有中文普通话还有广东话，就是大家如果有这个广东或者香港的客人，然后他们还有些广东话服务的，这个还蛮好的。那么第四个问题呢，就是在巴塞罗那打什么电话叫救护车？零六零幺。叶导回答是正确的，还有061。对，然后有什么注意事项？叫什么时候？客人乘坐飞机的时候，行李丢了怎么办？来，打电话给谁？来，先来这个啊。航空张礼初。这是机场张礼初。机场服务张礼初。不是，人问的是行李丢了，应该被扣是吧？是在机场丢了，那你就需要找警察或者事务招领处。如果你的东西是在飞机上丢了，那是找这个事务招领处。如果你的这个行李，你客人行李，比如说他从巴黎飞过来，在这个飞行的过程中丢了，那其实还是应该是找航空公司的。然后你比如说福宁航空公司，他这个行李在这个陆地上丢失，他是需要客人自主在网站上进行这个申报的。这个他没有办法打电话申报，这个我已经试了100次了，就没有人接电话。你只能通过网站申报，然后通过网站来跟踪你的行李到哪了。但是这个过程中有一个一定要提醒客人的，就是如果他的这个福宁航空公司的这个机票是在国内的第三方平台订的，他一定要问这个第三方平台去要当时预订这个航班的电子邮箱地址。这个电子邮箱地址不是他的，应该是第三方平台的。假如他没有这个电子邮件地址，他就没有办法去申报他的行李丢失了。这个是福宁公司的一个，我不知道它是个 bug 还是什么，反正它就是这样设计的。所以就是如果大家遇到客人，比如说他在携程上订了票，然后携程不给他这个电子邮件地址，他就没有办法，这种情况怎么办？就找我们来，我们帮他去问啊。其实那个建议客人的话，在网上做那个 checking 的话，他可以留下他的联系电话。因为我自己发生过一次，我还是坐着原来飞到一个目的地，我把钱包那个丢上面了。最后我正好的话呢，还没出机场的时候，他打电话过来，然后说你东西丢了。所以说你就是做好 web checking， 留下你自己当地能用的电话以及邮箱还是比较好的。对，是的。这位第一个举手。提前做我们全听，这是非常有效的一个办法。对，你说的非常对啊，但是我有一个追问的问题，拆拼不了怎么办？那就尽可量的提前到机场柜台去，竭尽所能的提前到机场柜台去。那如果说到前面的人特别多的话呢，这个时候呢就不要考虑面的问题，
也不要觉得自己是弱势群体，尽量的往前挤。你要保证自己的房，想要保证自己的行程，就只能这么干。你否则的话，讲太多文明礼貌啊，有的时候。对，因为我们那个胡大总是见那个福鼎航空的那个负责人的时候，我就给他提了这个问题，然后他也是觉得就是说最好的方法就是在网上 check in， 你只要 check in 了，你有了座位，他就不可能是超卖的，超卖的那些最后被落下的人都是没有那个 check in 的。但是如果 check in 不了的话，你就是不要心疼钱，就是先拿钱把座位买下来。你可以先把座位买下来之后，哪怕你没有 checking 完成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保证你的。就是意思就是说，你只要有了座位，你就不会是那个超卖的受害者，因为他们讲超卖在西班牙是合法的，所以这种现象是没有办法杜绝的。所以就是说，客人可能都会遇到这种问题。歧视，他们主不歧视，说这个只有中国人上不去。其实我觉得可能也有一定的误解哈，因为主要是人家是欧盟境内的，人家可能没这个问题，所以到最后被落下的都是我们这个同胞们，所以也是比较恼火的。下一个问题啊，我就是谢谢。哪三种？网络报警，然后的话呢，电话报警。然后还有的话呢，去警察局报警。对，一个是拨打112报警，然后另外一个就到附近的警察局报警。我们感觉啊，好像还是去附近的警察局报警比较有效果，因为112很多情况都说不清楚。然后就是刚才我给大家介绍那个 MOSO 的那个 MOSO SOS 那个 APP 也是很好用的，可以一键报警。那个 APP 有用吗？没有，我们已经跟他们去商量了，让他们把中文加上，但是目前来说只有英语、加语和西语。但是英语其实它因为它是功能是比较简单明了的，就英语其实基本上也是可以的。下一个问题。那我补充一下啊，我上次陆总在跟他一块去在咱附近那个有个摩索桥，他说有的时候呢，市中心如果排队太多的话，也可以在很少的地方去报警。省事儿，而且就是还有一个温馨提示，就是办理中国紧急旅行证不需要报警单，我们不需要报警单。所以呢，就是说从时间的这个安排上来看啊，我们建议就是如果你的客人的护照丢了，他先下载中国领事 APP， 先把中国领事 APP 这个紧急旅行证申请了，然后再去报警。就是很多人都是先着急去报警了，然后呢再反过来申请，因为你用这个 APP 申请是这样的。它这个数据哈，从这个你这个终端提交了之后，通过这个国内公安部的系统进行核查，再推到我们管理，是大概需要7到8个小时的时间。有的人可能稍微快一点，3到4个小时，但是是有一个时间的。所以大家还是先让客人把这个 APP 申请了，就申请了紧急旅行证，然后再去报警。报完警之后，你再到管理来，基本上就可以办了。然后到总领馆来办呢，非常简单。如果你的这个紧急旅行证的订单提交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是一定要把护照号码写对，这都没有问题的。一般情况来说，你来了，我们会让你填一个补充说明，就是大概就是写一下你这个护照是怎么丢的，然后你的行程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然后呢再交2张纸质的照片，我们管理可以直接照相，你们欧元可以拍6张照片，可以直接照相。照完了之后呢，大概等1个小时以内就可以拿到旅行证了，是很快的。所以就是说这个时间哈，就是大家可以帮着这个客人来安排一下，就是先提交这个紧急旅行证的订单，然后去警察报案，然后警察去报案，比如说这个警局，然后呢再到总管，就是这样，就是比较顺的。哦，今天领馆可以照相吗？对，财物不小心落在飞机上怎么办？所以刚才就你问过，落在飞机上怎么办？对，联系公司。No， 机场是机场，机场是我招的。对，这位是对，机场是招的，机场好公司没有用。电话我知道。找航空公司没有用，因为我已经试验过了，找航空公司跟你。
理说你要找机场招务事务处，就是他们在这个所有清洁完这个飞机之后，埋下的人会把这个飞机上找到的东西交到这个事务招领处。你找航空公司实际上是不知道人的东西去哪儿，因为你不是那个他的行李，所以他没法给你找到。慢讲，问题啊，提问。别忘了，这个特别简单啊，这个特别简单啊。客人护照丢失了怎么办？不是谁管？哎，那个飞机联系领馆吗？没有，这刷点对，这个是 APP 呀。对，直接就帮他下载了就好了。但是最好呢，就是你下载了提交成功了之后呢，给我们打一个电话，这样告诉我们一下，说我的客人谁谁谁他提交了申请了，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有没有他这个订单，然后也可以给你们说好了，比如说咱们什么时候来比较合适啊，这样我补充一下。然后操作的这个程序呢，您就看那个小红书那个发财小宝，它有两个几分钟的视频，应该是两段我记得，就是怎么样用这个 APP 啊，再找那个小红书的发财小宝。对，我们那个视频是非常详细的，每一步过程都有，就是你就跟着操作绝对不可能不会啊。然后我们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客人和酒店发生了纠纷怎么办？这个稍微复杂一点，这个报警。对，我认为这位那个导游刚回答的是比较标准的。为什么？因为刚才其实我讲了一个案例，就是我们那对夫妻哈，他其实报了警之后就起到了反效果，因为他语言沟通不了，他再怎么说西语他也说不过那个酒店，然后酒店的先入为主之后，警察反而把他们带走了。我觉得其实这不是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法，我觉得最好的还是那个大事化小能化了，就是咱们最后协商解决行为，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事情。如果真的是咱们客人的东西，像有一位老先生，他的那个他有两个箱子，他在每个箱子里放了255元，然后他两个箱子250元都丢了。那如果客人遇到这种情况，那确实是得报警。那他其实不是和酒店的一个纠纷了，那是他财务损失。这样的话，你报警了之后呢，警察有权利去调监控啊，看看哪一个人什么，就是当时应该是房间的人进去把东西拿走的，他们是可以调监控看完了之后成功破案，是这样子的。这种情况下报警我觉得比较有效。那么我们的互动环节就到此为止。当然我们活动继续哈，然后大家可以就是尽情的交流，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再来问我们，问胡大哥女士。然后我们给大家也准备了一些小吃。你好，可以开一个。对对，恰好到时候。好，贵州的。好，大家准备一下表情哈。我喊三。不要笑哦。一二三，好，保持，再来两张。